拢冰冰，啊母，惊死！你无失控，每一年我的生日，你拢来我的梦里烧一件圣衫给我。阿母，你都知影江水是江水要死，我要求阿母你每年拢做圣衫给我。圣衫，我有啥用意，你知无？我希望我这个阿母，得叫老老老，才够百岁，才够逐年拢来望下看我教书，这是我教书的用意。阿母，你别搁想我了，教书已经死了，这是我最有用意。现在我要死之前，我绝对反悔。我即摆已经对你生命来心无边，我这个受念，我无受着轮回自苦，所以阿母你免为我苦，免为我思念，阿母，你若爱我受我，从对我教书的情，对我的爱，对我的受，转移予你的孙啊，我的孙。你若无生囝，我要哪有孙？阿母，我想袂出来，已经拄啊巴肚。阿母，对，我是伫咧讲，我爱叫信任呐。吓死你！阿母，你若无了早讲，你有听到？出来拄啊巴肚，你的孙仔可无偌久就会出世。阿母，以后出来的囝仔是出世。你著爱感觉，甲伊了解做人的道理，爱甲伊对你好，莫贪是我教书之由。阿母，我相信出来肯定会照顾你。我教书的时间到咯，我袂当阁多遮受苦。阿母，我要来走。教书死啊！Thank you.